不过，因为我也是只有一个儿子了啊！如果看到这情形，我如果哦那个蛮晴天霹雳的，对，但是最后还是会祝福了。啊，当然，是自己的孩子嘛，对的，对的，好，幸福快乐最重要。所以大家看我们的戏啊，看我们到最后我们两个是怎么解决这件事情。八大综合台，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一起干大事。